听到第一个我说做人要诚恳，偏偏第二个我刚刚穿好保护色，第三个我在干什么，静静看着两个我在拔河，第四个我热血沸腾着也唱着歌，第五个我却赖在床上一直瘫痪睡着，第六七个我到哪里呢，难道背叛我了，一边笑得疯了，一边哭得累了，太弱两人快要放弃了，快要虚脱了，下一个我又是什么车牌。